x3+3.7。 g(x) 咧就等于 x 次减 kx 加4啦，咁 g2 等于2嘅，咁诶搵个 k 出嚟，咁 a part 都系啦，唯一有嘅知就 g2 等于2啊嘛，所以你谂办法咧先计 g2 出嚟，而计 g2 方法咧就系将所有 x 次 x 咧变咗做括号先，咁诶呢个 k 括号啦，加翻4，好啦，摆嘢落去啦，我哋摆个2落去啦，摆个2落去，全部摆个2落去，咁计完咧就变咗做4减去2 k。 加翻4，結果就係8減2K。咁好啦，然後咧你就有個資料嘅，就係 G2 咧係等於2嘅。咁即係話你知啦，8減2 K 咧係會等於2嘅。咁就有2 K 啦、6啦 ，K 係等於3。OK， 咁純粹咧就係將呢嚿嘢擺翻落去 G2 呢個位嘅啫。咁 B part 啦，咁 B part 要做咧就係揾翻 G-3。 咁你計翻 g(x) 出嚟先啦，咁啊 g(x) 咧就等於翻 x 2次啦，減去 k， 今次咧只係個3咁解啦，3 x 加翻4，將個3咧，即係 k 等於3咧，擺翻落去呢個位啦，咁就變咗係 x 2次減3 x 加4，好啦，然後就計翻 g-3啦，咁啊擺啲括，將 x 變做括號啦。 擺個-3落去，咁結果咧就係變咗做9啦，加9啦，再加翻4，就係22啦。